以一个您觉得舒服的姿势坐下来，坐在地上，或者坐在椅子上，把脚平放在地上，双手放于膝盖上，背挺直，下巴与地面平行。如果需要，将靠垫置于您的后背作为支撑。在冥想过程中，保持背脊的直立。在中途，如脊椎感到不适，可进行放松调整。花几分钟来调整自己的坐姿。慢慢地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。将自己的目光柔和地聚焦于一个地方。开始将注意力放在您的呼吸上。感受您的吸气，感受您的呼气。不要试图控制您的呼吸，只把您的注意力放在您的自然节奏上。关注您的一吸一呼之间的短暂停顿。去关注这个停顿是否越来越长。去关注您呼吸的温度，去关注随着您的呼吸所带来的身体的起伏，是您的胸腔吗？或者您的小腹？您是否能感受到呼吸带来的向外扩展，一直到您的脊椎？请将您的意识带回到鼻腔，并去感受那些准备好的部位。闭上眼睛，现在请将您的注意力带到您的眉毛之间，目光逐渐往上移，凝视天花板的边沿，将您的注意力在此停留，作为我们这次冥想的聚焦点。将您的耳朵打开，聆听一下
来自巴哈欧拉的圣言。人之子啊，登上我的天堂，你可得享重聚之喜悦，并从不朽荣耀之杯畅饮无双佳酿。人之子呀，登上我的天堂，你可得享重聚之喜悦，并从不朽荣耀之杯畅饮无双佳酿。人之子呀，登上我的天堂，你可得享重聚之喜悦，并从不朽荣耀之杯畅饮无双佳酿。请将您的注意力拉回到您的呼吸上，并将您的意识拉回到当下这个时刻。慢慢地睁开您的眼睛，慢慢地去适应您周围的光线。当您准备好了之后，我们将完成这次冥想之旅。请花10至15分钟去回想您刚才读到的巴哈欧拉启示的引言经的内容，并思考如何将其运用于您今天的生活。